就在下午大概四点多的时候，在大东路319巷一个小社区里面发生一个气爆案。那我们的消防同仁立即到现场，其实火已经不行不灭了。最终因为气爆影响到了12户，那这12户里面主要的有一个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气爆户，那这里面有一个受伤比较严重，有中重度的受伤，其他的4个都是因为爆裂出来的时候玻璃所割伤的情况。现场我们也会连夜请我们的环保局跟公务局，因为震爆出来的一些玻璃碎片清理完毕，还有外观比较有危险的，把它做得好清楚，那住户就可以回去拿东西。那住户我们也会连夜把它做好了。